11月10日的时候，网上就爆出了林志玲与言承旭一起现身吉隆坡。而当言承旭刚刚到达吉隆坡时，林志玲更是亲自前往迎接。虽然一路上林志玲非常小心，害怕被发现，但最终还是被爆了出来。两人被爆出一起进出酒店之后，又有网友爆出两人一起出入健身房，并且还穿着情侣装。这难道真的在一起了？就连林志玲的经纪人也并没有否认这一事件，他只是说了他人在台湾，没有跟林志玲去马来西亚，所以并不知道。但据相关报道称，林志玲与言承旭的复合最关键原因是言承旭的妈妈。很多人都知道言承旭的家庭不是很幸运，现在言承旭也有40岁了，而在这之前，言承旭就被爆出喝酒之后曾说出这样的话，妈妈老了想结婚生子。而言承旭在之前的采访中被问及与林志玲是否还能牵手时，言承旭一改往日的支支吾吾，大方承认要看他呀。之后言承旭被追问是说要看林志玲愿不愿意吗？言承旭再一次以肯定的语气回答，对啊，应该要看他的态度。现如今两人被爆出复合，其中很大的原因则是言妈老了想要抱孙子了。而今年已经40岁的言承旭终于考虑要定下来了，如今两人终于世纪大复合，很多网友纷纷称赞这个才是真爱呀。虽然在道路上有过磕磕绊绊，但希望这两人的恋爱时间会是一辈子吧。